老百姓，这不是也真高兴。工作结束，大头，我先回一趟，有啥事呢？你给我打电话。你干啥呢？哎，你这人家怎么的了？晚来早走。昨晚说实话上哪混去了？干啥呀你？昨晚在哪住的？联邦调查局的。说。回家。你哪有家呀？你回哪家了？你回岳童那住的。嗯，你俩和好了？哎呀，也不算是真和好。他跟谭雨涛有婚约呢。那你跟李月彤，你俩还夫妻一场呢？我那是合同婚约呀，人家是要真结婚呢。你怎么傻了呢你？他要结婚，不是真结婚，你还有机会。对呀。只要他一天不结婚，我就有争取我幸福的权利。哎，大头，我想起个事儿来啊。丁灿一旦问到咱们公司发展的情况，你千万别跟他说实话，你就说咱们公司发展的非常不好，不景气，马上又要面临倒闭。你拉倒吧，这么说多丧气呀！这公司不挺好的吗？我这是个理由，我能够接近李月彤的理由，能回去住的理由。我顺嘴开合就这么说了一下，跟李月彤圆不回来了。我不来墨迹了，我要抓紧回去买菜了，我得买点新鲜的，今晚给李月彤做吃。哎，你晚上啊整点小酒，整点小菜，把李月彤呢整晕的乎的，然后你就生米煮成熟饭全 OK。 你这么能耐，那你和丁灿这么长时间有什么结果了？思想这么俗呢？你不俗，你正人君子行吧？哎，等明儿李月彤啊和谭艳涛真结婚了，把你踹出就好了。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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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心有数。这个老黑小子。月童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开车送送你。啊，我今天还约了朋友。我知道，反正我也是闲着，我送你吧。啊，那好吧。走。哎，月童，你和你朋友约在哪儿吃饭呀？我直接开车送你过去。哦，那个。是在我的那套公寓。公寓？月童，你不是不住那儿了吗？那儿现在还能开火吗？我那个朋友想参观一下我那房子，正好去我妈那儿，我们聊天也不太方便。那倒也是，像你们女孩子之间呀，是有一些闺蜜的话，当着大人也不好聊。到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月童，你真不打算请我上去吃一顿啊？你的手艺我可还没尝过呢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我那个朋友他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做好心理思想准备，下次吧。没关系，反正你是我太太，我想这种机会啊有的是，下次就下次。去吧，你朋友在等你呢。谭雨涛，说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走了。哼，再见。
哎！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装神弄鬼的，我以为坏人呢。坏人往你家里送玫瑰花啊？点蜡烛啊？你不是说我不懂浪漫吗？不懂情调？好不容易等一回，还给我大耳光！对不起啊，我怎么知道嘛？哎呀，给我揉揉。啊？给我揉揉。这样吗？再往上点。这样。还行，你打的面积特别广。这样行吗？还是这边也不舒服。得了吧你！我打的这边，你让我揉那边。哎呀。扩散了吗？不是。哎，来吧，咱们抓紧时间，把这个幸福浪漫的个氛围，咱们给它扩散到那桌子上，好不好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做那么多吃的。今天可是我搬回来第一天，肯定不能马虎。我特别用心来做的这个菜。没看出来，你手艺还不错。哎呀，我得感谢我妈，都是跟我妈学的。之前工作的确是太忙了，没时间。终于有这个机会，展示一下我的才艺。我尝尝。不错，这豆角做的不错。在我们东北啊，这个叫一锅出。我记得你刚跟我吃饭的时候，点牛排会点那种全熟的。还点全熟的？说实话啊，没认识你之前，就意大利面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说明我调教的不错，有潜力啊。哎呀，其实想想。那时候我挺可惜，真的不会什么浪漫之类的，也不会讨女人欢心。不过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每天给你做最爱吃的菜，订买最漂亮的衣服，把你照顾得好好的，让所有女人都羡慕你，有那么一个可爱的小老公。永远不会放开你。
以这样。我要进去。月童，快来吃早饭。嗯，我给你做了煎鸡蛋，还有烤面包。头好痛，是不是昨天喝了酒，先可晕了？还没过劲儿啊。嗯，哎，你有醒酒丸吗？有啊。在哪儿啊？在咱们的柜子里了。啊，我去给你拿呀。没事，我去吧。接下来的几个项目，李董监，你得抓点紧呐。您放心，吴总，我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列表，里面包含了这次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注意事项，已经发给下面的有关部门了。好，你办事我放心。谢谢吴总。听说你要跟谭玉涛准备结婚了，你随时给我打招呼，我提前批婚假给你。其实我也没有想清楚，到底有没有准备好。哎，我看你这心神不定的。就一打错的还老打。其实吧，有些东西你逃避也是没有用的，你越逃避证明你越在乎。哎，你要抓住属于你真正的幸福，勇于面对你自己的内心啊，千万别把缘分给放跑了。你在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干嘛了呀？啊，我是中介，我带我客户来看这个806的这套房子，在我们这儿登记要出售的。我是这房主啊？嗯，不对吧？在我们这儿登记的是位女士，叫李月彤。我是她老公。啊，我没说要卖房子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哎，哪位？对，我是谭宇涛。没错，那个806的小两居是我安排在你们那里销售的。什么？喂。喂，
月童，在上班吧？对了，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去看音乐剧，好吗？音乐剧？对呀，就是音乐剧。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开车经过剧场的时候，你提起的那部？我订了两张 VIP 的票，那你下班我来接你好吗？今天我晚上好像要开会，不确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李总监，这么早就走了？约了人，男朋友吧？拜拜。拜拜。22条，本协议履行期间，双方不得对对方产生感情或其他不良企图，如有违反，本协议自动解除。好，爱上你，就你这样的你能嫁得出去才怪呢。我除非让疯狗咬都不会爱上，脑袋让飞机把子刮了，让门框子抽。喂，你好，我张铎。啊，对，是一电公司的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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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对，哎呀，太感谢您了，您这样既然这么信任我了，那我肯定，哎呀，太感谢，放心，您放心啊，我一定要做到让你满意，我珍惜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您放心啊，好嘞。哎呀，张哥，哪个公司啊？瞧把你激动的。金刚石公司。金刚石？对，他们那个李总，看到咱们给那个玫瑰网做那灯箱广告，感觉比较有创意，而且还新颖，所以呢，把他们公司下一步的活动方案交给我们来做。太好了，张哥，看来李姐还真是你的福星呀。虽然你那个表白广告牌没有让你一下抱得美人归，但却让公司得到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。是啊，咱们公司马上就好起来了。这个李月彤啊，还真是我的福星。我不怎么干坐着了，我得把李月彤接回来，把我的福星接回来。滚！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有话慢慢说，怎么了？李月彤要跟谭玉涛结婚了。谁说的？不可能吧！赶快给李月彤打电话，快点！电话打不通啊！在哪儿结婚呢？听他说，在那什么，就得跟我走就知道了。快快快！张哥成功了。月彤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哎，快走吧，外边的亲朋好友都等急了，着急要看我的美丽的未婚妻呢。走吧。我不能欺骗我的内心，也不能欺骗你。不能和你订婚。哎，月彤，你最后的选择不是我，对吗？这个结果我也应该早有预料。坦白的来讲，从张铎因为 LED 的事情为你顶罪的一刻起，我就已经输了。不过，这更让我懂得，赢得爱情不能靠阴谋，要靠真心。好吧，我坦然地接受这个结果。既然要走，那就走得无牵无挂吧。有好些事情，也许你并不知道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。LED 的事情是我一手策划的，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赢得你。赢得这场爱情。为什么告诉我？你可以隐瞒过去的。现在，因为我也在告诉我自己，爱情可以输，事情可以输，人不能再输了。谢谢。月彤，真诚的祝福，祝你和张铎白头偕老，一生幸福。我
是关于爱情另一种。妈妈，以及在座的各位长辈，我和月童的订婚仪式要取消了。什么？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自认为我是一个能力和实力兼得的男人。我曾经天真的以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想不到的，不可能有我得不到的。我认为对爱情也是如此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小远靠智，大远靠德，要想赢得爱情，要想赢得爱情，靠的不是阴谋，你总怪我太寂寞，可现在你要我说什么？我希望我以及在座的各位，当有一天在谢幕之时，应该比在开幕之初更加高尚。谁能懂得狂欢里一个人的寂寞，有霓虹陪着我和坚定又可怜的执着。只有我不懂得，其实你一直在闪躲，也许早就该看清了，关于爱情你帮不好久了。不是，是你。你说是我。你今天不是跟谭雨涛举办婚礼吗？谁说我和谭雨涛举办婚礼了？你不都说了吗？我特意跑到婚礼现场，没看到你。我一直打你手机，可是打不通。我和丁灿说了，我们取消婚礼。离婚？不是结婚。惹人生气，其实啊，你这一天是够累的了。哎，我记得以前我答应过你，每天给你摁十分钟，但是我今天想法改变了，每一天再给你多加二十分钟赠送。你感觉看你累成这样我心疼。就是太累心了，以后啊，我绝不会让你这么累心了。睡吧。
什么完了？我东西不见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盒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盒子？就这么大一小盒。里面装了什么？装的，哎呀。对你重要吗？比我命都重要，你。是不是这个？吓得我心脏直跳，怎么跑你这儿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在你这儿？我那天记得明明就扔了呀。哎呀，你还好意思说啊？我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，找到了。那你帮我带上吧。可想好了，戴上的话就脱不下来了。早都想好了。放心，套上你呗。自此刻起，无论将来如何，我们都会互敬互爱，甘苦与共。彼此承诺，负起夫妻间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风雨同行，不离不弃，直到永远。哎，好，我们来照个相来。来，向这一点。哎，看看我，再靠近一点。哎，好。哎 ，OK。几百双袜子全不见了，不就几百双袜子吗？有什么的呀？那是几百双袜子事吗？这袜子丢了，我还没卖完呢，我得把这些袜子卖完以后才能娶你啊！我等你把这些袜子全卖掉，都等到猴年马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嫁的人啊？那你那意思，你。愿意嫁给我了，笨蛋！哎呀，我也要娶媳妇儿了！你看大成乐什么样？好嘞，各位来宾，稍微安静一下啊，会马上开始吧。啊，今天是个美好、温馨而又浪漫的日子，请允许我代表二位新人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，欢迎大家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致辞。你先说吧。我们两个走到今天不容易。之前呢，是假的22条婚规。今天要结婚了，张铎，我制定了一个新的婚规。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念一念，行吗？